不要出现，想上加餐。这两个字念家乡，家乡。这是爹，这是娘，爹娘。大将哥，哎，得等我在内，降将，观察敌情绪。哪壶不开提哪壶。 楼上官，团长，亮长，听于大哥说你特别能打仗，教教我吧。廖营长，以后不许叫我营长，我现在就是红四团的兵。不管你是营长还是丁蛋子，你现在是红四团的人，不要再想湘江了。咱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大渡河。是，政委。 上面插的，咱们上下夹击，多让炮阵地。亮亮，走！你这个小家伙，从哪儿弄出来的？嗯。团长，团长，哎。
三管，饶命啊！我也是甩那巨仙样夹，混够烦死哦！混饭吃！你他娘的一炮炸死了我的兄弟！三管让我打点，炮弹不长眼睛，炮弑不长眼睛，你他娘的哪个眼睛啊？老子死！老子现在就毙了你！我先走一步了。滚！这笔账给老子记着。 在哪学的打？自己练的。自己练的。对头，我们红军优待你，对有技术的，怕会重用。跟我们走吧。 帮老乡把这恢复了。安顺场这个渡口，我们已经丢了。 好在，我们只留给他们一条破船。沿着大渡河向北，还有十个渡口，哪个晓得红军要取哪一个渡口呢？老子一定把安顺场夺回来。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的目标是要强攻大渡河。 上来了，河坝你们别怕，去看看。来，前面就是大渡河。什么情况？如果没有你们的牵制，我们不会这么快顺利的到达大渡河。全部红军只有眼前这一条路，对岸的敌人还欺负我们没装备，这时候我们要是有门炮就好了。杨团长，这小子是个炮手。喂。
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黄皮的，中央军。你会打炮？嗯，他会打炮，他还会这个。嗯，我不得杀生哦。你不杀生？你一炮就把我们兄弟弄死了，那算啥子？那是长官让我打的，混口饭吃，我也没得办法嘛。听好了，他就是当官的，他让你打，你就得打。 好，我帮你们打炮，打完了，你们放我走。讲条件？要不要得嘛？那要看你的本事了。全军的将领都在这儿，只给了咱们两家呀。你这炮太及时了，不要动。 你是个女娃娃，我们队伍头不能留你，吃完就赶紧走，啊，快走，快吃嘛。哥哥，我不得家了，我要跟你们走。 刚才喊我啥子？你再喊一声嘛。哥哥，我爸妈都没得了。哥哥，哥哥，不要赶我走，我就要跟你们走。那个是我妹妹留下的衣服。妹妹。 我们的左边是敌人，右边还是敌人，敌人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尽快完成对我们的合围。尽管我们的佯攻部队目前还把老蒋的主力死死地牵制在玉林地区，但是就凭一条小船，要把20000多人全部安全渡过河去，即便是昼夜兼程，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旦整个部队不能安全渡河，会是个什么结果？我想，你们都清楚。 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大军，也是在这一地区河谷地带遭到清军的围剿，因为没有成功的渡河，最后遭致灭顶之灾，全军覆没。军情紧急，后面中央军都追上来了，10几万人全都压上来了。胶平，7条船送了7天7夜，才过了金沙江。 照这样的话，10个7天7夜再过不去。一条船能渡几个人呢？让他们放马过河，过到一半也要几天几夜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中央军从南边围拢，我们从北边下去，叫他守卫南固。
指挥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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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
邓川，你是第二船的，上来干什么？带伤过吗？我从小在绥远长大，水性好，我一定要上第一条船。就这么一条船，你们那么多人，啥时候才能破旧？
红军目前可以选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杀出重围，不然我们全军都会葬送在这里。处长，需要我们做啥子？下命令吗？做啥子？老子想搞他一座桥。没得问题啊。桥在哪？有多远？没得好远，320里路。喏，这儿。泸定。军座，这320里路。我们可不能低估了这些红军的行动速度，跑得慢的他们都没了，活着的那可都是铁脚板呐。命令，袁旅长，命令你不理全山，在3天之内率领大部队到达泸定桥，这儿就是红军的葬身之地。是。红四团到。中革军委命令你们，沿大渡河西岸，开山坡路，昼夜兼程，用3天的时间和红一团同时夹河而上，攻占泸定桥。是。红一团到。到。命令你们渡过大渡河，沿东岸一路北上，披荆斩棘，用3天时间保证和红四团汇合在泸定桥，东西夹击，夺取泸定桥，为中央纵队打开胜利的通道。这两个字叫困难、困难、坚持、坚持、无畏、无畏，记住了吧？嗯，记到了。把旗子收起来。你不懂得这样会暴露目标吗？是。要装在心里。严兵，暴露目标随时都会有危险，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军座，很快就会有结果。快点走，我们就往大渡河里啊。弟兄们，加快脚步。走。走。这位团长的腿他走不动了。担架。是。行吗？快。都给我卸了。是。这是干什么？程大将，停下，放回原处，继续前进。你见我一个指挥员在担架上指挥吗？咱们都是军人，不能被抬着上战场。告诉你，你杀了我敌吗？你个鬼儿子！听着，他不是被我们杀的，他是死在你们长官的手里。不光是他，还有你们炮兵连那几个逃兵全都被枪毙了，听清楚了！你放开我！我不放！放开我！我不放！回来！你放不放？放开我！别动！你打！团长！打！你打死老子！
什么情况？他要跑。接着呢？他弟弟被白狗子杀了，那是他亲弟弟。三官，二狗子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地方，我要去报仇，我要扒了狗子的皮！你们放我走！我们现在不能放你走。过了泸定桥，如果你还要走，不留你。现在跟着队伍走吧。我要报仇，你们放我走噻！我要去报仇，我把狗子的脑壳给砍下来！你看看这个队伍，他们哪个人跟唐国恶霸绿神土豪没有恨？他们哪个人心里的恨不比你大？要报仇是吧？凝成一股绳，一个人报不了仇，跟着走吧。二狗子死了，才16岁。我老于给孙中山当过警卫，在川军、滇军、北伐军里都干过。红军的队伍不拿军饷，但是我为啥还愿意待着？穷人队伍，官兵平等，舒坦。白军靠武器，红军靠两条腿。毛委员早就晓得这个道理，所以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一直在打胜仗。这个道理啊，以后你就明白了。田大哥，你教我打炮吧。你好大喽。我今年17了，你就拿我当你兄弟呗。你把炮放在马背上撒。哦，好，好。莫向前，要么老子造福你们喽！老夫他们老，你机灵点儿，莫往前，小心你的脑壳。成群，走，走走走走走。阿静。
我们要坚持住他们。你带部队通过，这交给我了。不要恋战，快速通过。 队伍走了多少里啊？一共跑了80里码头，还剩240。团长，他们回来了。团长，两位，要带钱吗？ 去休息吧。三，老廖的闺女，现在还在苏区，也没个下落。将来咱们俩谁要是能活下来，帮他把闺女找着，照顾她。好啊，你俩又背着我打我闺女的主意呢。你小子属猫的吧？ 病真大，怎么着？朕不希望我回来。我一天找不到我闺女，我就一天不会死。行了，抓紧时间休息去。明天后天还有240里。<笑>快去休息。去。拿好了。<笑> 这个操写不要再传了哈。行，你们团长政委在哪里？我们政委在那边。你是杨政委吗？不是。据团部紧急命令。 现走陆军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行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放。没事，替我保密。几点？南边的敌人上来了。今天已经28号了，两天的距离，咱们一天得走完。这前面的240营，他娘的连条路都没有，时间又这么紧。洛阳，你率领队伍在前面趟出一条路来，直捣泸定桥，我来断后。可能吗？我知道你是怕影响大部队的速度，把你留下来。你听我说，不可能的。全团29号必须到达，我在后边紧跟着。这是命令。我告诉你，一个队伍，它需要灵魂。政委，我的这条腿走不动了，不能拖累全团吗？走不动我背你，我背不动了。还有1000多个兄弟，就是扛也要把你扛到泸定桥。你在，红四团就在。团长，我们想和您在一起。同志们，现在是早上6点，明天早上天亮前，我们必须要赶到泸定桥。就是说，一天一夜跑完240里，当然也包括我。我们是生死兄弟。二百四，要不得要不得哟，那是要跑死人的哟。团长，陆军史上没有跑得这么快的队伍。这是命令，没有条件可谈。对岸的红一团也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命令，我们两个团将夹江而行，必须准时到达泸定桥。如果敌人先于我们到达，明天将不属于我们。现在听我命令，所有人不计一切代价向前进，敌人的拦截、袭击、骚扰，一律置之不理，咬死前方一条路，冲过去！
我们唯一的目标，跑完240，拿下泸定桥。出发！出发！先头部队突然消失，秘密部全速追击，结合队伍全速出击。是，集合。消失了，是，我们的侦察机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侦察兵也没有找到，而且有的侦察兵就在那个区域也消失了。哼，我见了鬼了。冯旅长、陈旅长，有，我命令你们二部沿途布置火力点，化整为零，并且派出多部部队进行骚扰拦截，消耗红军力量，延缓他们的行军速度。活下来的战士，个个都是关云长、秦叔宝，就这么牺牲太可惜了。那就赶紧走。可是这付出太大了，这是最好的选择。不行，不能白白这么牺牲。老六，在。老六，给你5个人，300发子弹。去侧面牵着，掩护队伍，交给我了。哎，前面我们等你，最后30里出现。是。王守光到，关大庆到，马老川到，出列。于建中到，跟我走。
王玉，你抄敌人后路，我去侧面吸引他们。好。瞧我打炮，我干什么都行，我求你了，只要你瞧我打炮，我把你背到鲁定桥行吗？走，我背你。老岳，掩护，再来一击，看准再打。怕了？为什么想抢战役？一个营的人打的就是你自己了，就是因为你只顾自己猛冲猛打，忘了你是指挥员。你说什么？等老子打完了仗再跟你算。掩护我！嗨！快跟上！快跟上！
你哪个人呢？害得你个亲哥子被到底，你好不好意思哦？我腰杆子不好。 蒙古港，你们不是跟我说红军没有突破我们的防线吗？啊！阿廖，阿廖。 老弟，背不动你就放我下来，我背得动。我把你背到地方，你教我打炮。要笑，就笑个馊主意。乡里乡亲，打啥子么打？你放个屁啊！我妹妹都是找你们打死的，你还背她？把她放下！我不放，我要背着她。放我下来！你要教我打炮。 信息骚扰，一律拒之暴力，咬死前方一条路，冲过去！我们唯一的目标，跑。 兄弟，兄弟。
我该死，我该死！三国，我求你了，你让我陪他一段吧。我的心，我过不去。我求你了，我求你。瓜娃子，我欠你的债，我还不起哟。我对不起你的脑。我还不起。他倒是找你还是你，你不是要走吗？走吗？走吗？走！长官，我欠你们一条命，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黄泥庙附近发现红军的踪迹，他们已经过了黄泥庙了。林豹，是不是红军已经过了大崖头了？嗯，不是，是。西岸的红军还没有过我们的封锁线，抓紧对东岸的红军进行拦截。没时间绕路了，必须抢时间渡过，赶到泸定桥。强攻，行动！也就是说，红军在一天之内多跑了200里。聂，聂，报告军长，东南的红军已经冲破了我们的封锁线。如果形成夹击之势，陆定桥就完了。跑都跑不动了，他抱着能再干嘛？丁丁，班长，不要害怕我。快，加快！来是巴顿团长，李全山在。全山兄弟，是我。军座，现在我命令你部，无论如何，在本部没有到达之前，要给我挡住红军。只要你堵住他们过桥，我向蒋委员长请命给你立功。大哥，我李全山从今天开始就要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誓死保住泸定桥。至于提升和奖赏，我听大哥的。
剩下西岸的红军就好办了，关键是东岸。传我命令，所有的人带领部队到达东岸，给我堵住红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红军靠近龙顶桥。是是。一营是，留守阵地是。二营三营跟我走。是。团长，这个时候我们上去不是去送死啊？送死？龙顶桥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守住一两天，一两天以后就有几万的部队来支援我们。机枪连有，迫击炮连有，警卫连有，跟着我，带齐装备一起走。十八岁，你只走一桥吗？团长，那个桥可是咱们川西的命脉哟，都那个拆了，可惜了。等一下，把这些小板子放在桥洞口，到时候我自有用处。是。团长，你不是要回那个桥啊？哎，团长，你要是这样子睡的话，我落成千古罪人了。千古罪人，如果让红军过了这座桥，我们就成了上古的罪人。团长，跑了，谁跑？田三彩，他打了一匹马跑了。追捕，追个屁！不管他了，前进。啊！报告，说，前面发现大部队敌军。这里离泸定桥还有多远？听路边的老乡说，还有30里。通知队伍，前方密林，休整，等老六他们回来。无论有多少敌军，就让他们来吧。团长，老于回来了。其他人呢？都牺牲了。廖大强呢？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已经到达了疲惫的极限，我也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我想一个都不少的到达泸定桥，但是只剩下4个小时，不允许我们再去等廖营长。这最后的30里是最艰难的，这条路一定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相信你们。出发。
出发。提前到达泸定县城，完成了我布置给他的任务。你是红衣团不折不扣的勇士。由我来担任队长。同意。我马上去老乡那儿收门板，你在前面冲，我组织人在后面铺门板。你们被打光了，第二梯队上；第二梯队打光了，第三梯队上。刚刚接到命令，上级指示我们在下午4时向东岸发起进攻，把全军团所有的号召都集中起来。打仗就要打出个气势，打出血性。中央红军和毛委员都在等着我们的消息，这一仗没有退路。夺桥突击队挑选完毕，整理武器。二连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李友林，三连支部书记李金山，副班长刘子华。走了啊。那个是爷爷留下来的，可以挡风遮雨，还可以挡子弹。
白藏，你还没给我取名字嘞。老于，就叫大渡河吧。大渡河，哥哥，我的名字好不好听？何妹子，好听。你就跟着团长，过去给你铺路。哥哥，你要当心。我有这个。毛委员都说你是个宝，可是年纪大把了，要不就别上了。为了这一仗，我腿杆子差点跑断了，我必须上。报告！再次王东玉，请求参战。跑，跑单，都有了。铁生菜，你去哪儿了？我现在不是铁生菜，我是王东玉。我欠你们一条人命，欠你们一个好汉。今天，你们就让我也当一回，不拿军饷，作为老百姓打仗的战士。你走到了这儿，不管你是田生才还是王东宇，你都是我们的兄弟。兄弟们，最后的决战就要到了。昨天，敌人以为我们的草鞋跑不过时间。他们错了，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今天，敌人要用这13根铁索绞杀我们，他们又错了，因为你们是红军的22勇士，为了一路上牺牲的战友，为了中央红军的存亡，为了心中的理想，我们一定要拿下这座生命之桥。我想做无名英雄。如果我回不来了，我得让人知道我的名字于振中。我就是想带着我妹子跟红军一起一直走下去。我要是死了，我想和王东玉一样，在我的墓碑上加上4个字：红军战士田生才。闺女是你的了，以后她改姓黄。给你个好消息，你闺女找着了，在苏区，还活着。别再推给别人找，叫那头去。
军。制对岸。四团已经上手了，我们一定要牵制住敌人，配合四团完成夺桥任务。打！太猛了，我们根本抬不起头来。中央军不知道死到哪去了。大哥，你一定派人来支援我呀！河东的红军攻势更猛，已经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马上就要摸到你的屁股后头了。自己给我顶住！Thank you.
使劲儿。于大哥。